佛法在生活上无处不在。譬如说，做工的，我有一份工作给别人打工。那么一般人打工是为了赚钱，养家糊口。这样赚钱赚得很辛苦，很累。那有人说，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吗？方法倒没有，心态倒可以改一下。给钱照赚，工作照做，不用变。那怎么变呢？我不是为了赚钱，我要把工作当做一种兴趣，试着把自己从事的这一份工作当做兴趣，当做爱好。 甚至于当做自己人生的价值体系表现出来。我在这个公司里面做这一份工，哎，可以体现我的人生确确实实是有价值、是有意义的。我不至于什么都不会做，钱照样会赚。但是我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做这个工作。同样的，种田的农夫如果只是为了种田，只是天天在那边眼睁睁等着那几个庄稼在成长，也会很辛苦。 换一个想法，我们种的都是菩提种子，种的都是觉悟的种子。我要在这个里面播下善良的品种，不能让我的庄稼有任何不好的品质。农药不要打太多，不要让吃的人生病。我也是在这个地方去种田去赚钱，但是我不是为了赚钱而种田，就是换了一种想法，事情还是照样。我经商，我做生意。 钱我大把大把的赚，但是我不能仅仅是为了赚钱而做这个事情。同时啊，我还要考虑到我应该怎样在赚钱的同时，在这个过程中让我的人生价值体现出来。这样一来呀，就是一种觉悟的状态。佛法在各行各业都可以运用在里面啊，这个就是佛门里面所说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。